歌手2024首播后，那英的独自坚持让众多网友为之动容，并纷纷呼唤其他华语乐坛来助阵。其中韩红成为了网友关注的焦点，她的评论区也瞬间热闹起来。韩红迅速回应，表示已在路上，随后更是直接发文，我是歌手韩红，我请战。此举迅速点燃了网友的热情，他们纷纷表示韩红的实力足以撑起这个舞台。然而对于韩红的积极态度，也有网友表示担忧，认为此举可能过于炒作，反而会让其他外国歌手感到尴尬。同时也有网友质疑节目组的这一决定，担心这样的营销会给后续的比赛带来不必要的争议。事实上，韩红与歌手节目有着深厚的渊源，她曾是第三季的歌王，并且多次参与湖南台的节目和晚会，因此她的加入对于节目组来说应该是一个相对容易的决定。但更关键的是，目前华语乐坛正面临着新生代力量不足的窘境，除了韩红、彭佳慧、袁娅维等歌手也表达了支援的意愿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